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天呢坐在我身邊的是羅君凱律師。羅律師，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？我是羅君凱律師，我在香港來，15歲離開香港，去了愛爾蘭讀書，19歲來到美國，讀了4次書。我第一個學位是讀建築，第二個學位就走去讀藝術，跟住讀完藝術，所有自己的人生經歷指我走去讀法律。美國來講，你做律師已經可以上 court 噶啦。不過咧，當然啦，你啲客人要請律師嘅話，佢哋都會選擇啲有經驗啲律師，上過幾多次 court 嗰啲，啲好正常嘅問題嚟嘅啫。對於英國啲制度咧，佢哋都係叫做 common law。不過咧，對於英國啲制度咧，我都唔係太清楚。美國咧就多律師啲，同埋咧美國咧個 culture 咧就係比較verbal 啲，所以咧加埋個 justice system 咧就可以任何人都上訴，所以咧美國咧就有咁多律師，加埋美國咧嗰啲教育係相當發達，你乜嘢科都有得讀，包括法律嚟講 ，OK， 咁咧。當然啦，如果你係真係一個天才嘅學生，你可以入到哈佛或者耶魯大哈佛或者耶魯大學。如果就算你咧想做律師，又冇咁好成績，你亦都可以揾到啲大學會收你，你都一樣可以讀到法律。不過咧，你間大學冇咁高高位置，不過你一樣可以學到啲嘢。這個咧就係唔淨止係讀法律，你讀任何一樣嘢都係嘅。所以美國有依度好，所以美國咧就可以編排有好多好多科同埋專題可以俾人讀。香港啊、英國嗰啲咧就唔同，因為佢哋一啲大學咧就唔係咁多間，所以你一定要咧係 A student。即係攞條尾係咪啊？會考嗰陣時攞條尾先，好多條尾添啊，叫 A 咁啊 A 啊嘛。你喺香港嗰陣時咧爭得好緊要，就算你好咧，你都可能入唔到大學，因為佢冇咁多大學法律學位俾學生係咁多啦。咁咧今日咧，我哋就收到好多觀眾嘅提問。咁嗱，我哋喺開始睇呢個信之前咧。咁我想請問一下，咩叫做 arbitration 同埋咩叫 mediation 咧 ？OK， 依兩 arbitration 同埋 mediation 咧，兩樣嘢咧係庭外和解嘅方法。首先咧，庭外糾紛你可以上庭喺個法官之前演繹出嚟。OK， 除咗咁樣之外咧，佢仲有好多庭外和解方法，就變咗你可以用 arbitration 同埋 mediation。Arbitration 咧，你兩方面 ，OK， 你兩方面咧就請個私家嘅法官嚟審核你個個案 ，OK， 咁咧你哋兩家咧兩方面咧就同意揾個私家法官，咁咧即係同上庭咁上下，不過咧就私隱好多 ，OK， 即係你自己咧。兩方面咧就肯咧，即係庭外同埋私隱咧就和解，因為咧你上到庭嗰陣時咧，佢咧嗰啲全部都係public record， 即係每一個人咧都可以見到嘅。佢每一個人咧走去嗰啲庭，如果你上過真係上過庭嘅話咧，每一個人咧都可以揾翻你啲經歷歷史嘅。所以咧，好多人都唔想咁樣做，所以咧，佢哋寧願咧自己私隱揾個私家法官解決。咁咧，私家法官解決咧就判咧，即係好似上庭咁。如果佢覺得啱，你就判多啲俾你，直情判俾第二者都得。OK， 咁咧依個咧就叫 arbitration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 mediation。mediation 咧。好是一件好好的事嚟噶，你兩家又是私隱和解，不過你咧就唔會好似 arbitration 咁請個私家法官。點解唔請私家法官呢？因為你請個 mediator，
回来帮你协助你两个解决你的纠纷，在庭外解决你的纠纷。那你的两个纠纷呢，你解决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两家商谈。如果你每一个你可以协议，两家达成一个协议，你蚀啲，佢赚啲，实在一件好好嘅事嚟嘅，因为你可以商谈同埋作个结果出嚟。如果你想停嘅话咧，一边会输，一边会赢，实在好好难受嘅人。咁其实会唔会系呢啲两个方法咧，就会比较我哋上庭平一啲，会唔会系咁样样咧？系一定嘅事，因为咧，如果你系要告人嘅话咧。西雅圖咧，華盛頓州啊，你可以告人告到$10,000，實在好多糾紛都係$10,000之內嘅事。有陣時咧，人哋直情告幾百蚊添。OK， 咁啊，你啊走去嗰啲叫 small claims court 小額賠償法庭咧，嗰度見法官。但係咧，你就算寫咗上去之後咧，佢會俾個 option 俾你，問你你肯唔肯庭外揾 mediation 和解？依個根本咧就係、是。small claims court 入邊一個策略嚟嘅。如果你兩家人肯舉手嘅話咧，你直接走入去 mediation。跟住咧，除非你 mediation 咧入邊咧你冇結果嘅話咧，跟住你可以出翻嚟喺法官面前解決。哦，咁啊真係好好多喎，嗬。係。咁啊，不如我哋依家開始睇下我哋請到觀眾咧問下阿羅律師你嘅問題嘅。咁我依家咧就抽第一條問題，好唔好啊？啊，羅律師啊，我知道因為依家我哋疫情嘅關係啦，咁有啲人咧佢就嚟咗美國，無論佢咩方法都好啦，譬如旅遊又好，或者係呢個其他原因佢嚟咗啦。咁但係依家逾期啦，咁佢嗰陣時冇得翻鄉佢哋原居地，咁佢因為咁嘅情況咧，佢就依家開始改變咗啦。佢因為住咗喺美國一段時間啦，就覺得美國都好適合佢啦，咁啊想。就咁留喺度，其實有冇乜方法嘅咧？好，如果你話疫情之後咧，留咗去美國咧，美國咧傳統大致上咧有依個咁嘅法例，你個簽證過咗期之後，喺180日之內走嘅話咧，你都係冇問題，因為佢已經預咗依個世界上咧，唔係話你一 book 張機票就即刻有個停咁嘅事，佢已經預咗噶啦。所以如果你話過咗期之後，如果180日之內走嘅話咧，未來都可以入翻美國。問題就係咁啦，181日之後，即係半年之後，至到364日嗰段時間走嘅話咧，如果你離開咗美國咧，你美國咧喺3年之內唔會俾你入翻美國嘅。咁如果超過呢個日子咧？好啦。咁咧，如果你超過364日，即係變咗1年之外，365日。如果你逗留過咗期，咩簽證都好，過咗期逗留過365日之後咧，如果你離開咗美國，未來翻嚟嗰陣時咧，美國咧審核到你逗留過咁多長過1年時間咧，有10年唔准你回流美國，係啦。哇！真係好長嘅時間喎，所以咧。咁啊，即係唔可以隨便咁逾期啦，嚇。係，